曾经百万级 SUV 中的王者，老款奥迪 Q7 外观造型依旧霸气，但后排座椅又小又硬，靠背不能调节，坐着不舒服。找到我们升级一对新款专用航空座椅，高颜值，功能多，舒适度那是相当好。座椅靠背可160度放倒，长途出行不再疲惫。座椅带电动前后、电动靠背调节，通风、加热、气动按摩都是标配。同时，外侧扶手缩短设计，上下车更方便。